当我用 PUA 的语气对兄弟说话，你听到这个屋头乐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有没得理想抱负吗？你未必得想过那种不劳而获，不思进取啊，吃饱都睡，睡醒都吃的生活吗？你可以吗？我也想啊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个男人？我是个零。我怎么会了？不是，你不是，你是个男娃儿，你要承担责任。来，首先第一步，我把那衣服拿去洗了。又在吃那些劣质碳水，啥叫自律？懂不懂？不要吃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去把我们两个的晚饭弄了，还吃？衣服是不是？还弄不弄？我要睡觉了，你要做啥子出去？睡觉？你那个年纪，你啷个睡得着觉的啊？12点了，你还不睡？你要当菩萨？12点都是一天的开始啊！你已经快去成年了，小伙子。你今天是不是没咋睡够？这里还可以。